念主基督，感谢你赐予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，也恳求主，虽然快到了活动第七天，还是给予我们满满的活力，来持续一整天的课程。以上所求是靠主耶稣基督之名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鸟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鸟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蓝色的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在等着我来拥抱我。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在拥抱我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三号。